明天想去哪里玩？明天我明天走。你看，上来就是要去哪玩，一直来。去哪里？回上海啊，明天上午走，下午拍杂志去。对。姐姐，明天想去哪里玩？对啊，明天找个旅游景点。对啊，那就一起啊。看看，对啊，然后吃吃吃吃饭。中午以后，下午，下午，下午，没事，我们可以玩晚一点。对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嘉哥，嘉哥，有没有那种就是很臭、很有味道的地方？我觉得这个郊区可以去这两个地方。哎，嘉哥直接发一个小红书。橘子洲头臭豆腐口味虾，世界之窗有没有开啊？玩玩吃吃都要有啊。马王推汉墓，坡子街黑迷宫，六六书院好不好？石岩湖，我直接丢了一个链接给他，自己看吧。咱们就1:30出发，就先去那个什么世界之窗。那姐早点休息。准备出门。姐姐，厕所在哪里啊？为什么自己在房间不上厕所？出来就紧张了，想尿个尿。嗨，姐来了，姐要美美的出现。嗨，把这双靴子好看。姐姐为下雨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穿胶鞋是吗？Hello，Hello，Hello。没有没有，那上车吧。你要坐哪里？你想要坐？我想坐里面吧。好，那你坐里面吧。耶，我们可以出发了，这么快、啊？我已经晚了一点点，不好意思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完全完全没有，我也才刚刚回来。哎，你们女孩疫情期间会只化上面妆吗？口罩妆啊，对啊，现在有一种口罩妆，罩妆就是只画露出来的部分。会画会画。你吃饭了吗？你吃了吗？没有。没吃啊。你不是准备了东西给我吃吗？你不是准备了东西给我吃吗？是晚餐、啊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开玩笑。那我们去路边随便先买一点，师傅我们没有没有没有吃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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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了吃了，开玩笑。你们俩之前认识吗？那真的要硬聊哎。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啊？世界之窗，世界之窗就在台里旁边，就在台旁边。我现在姐姐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老实告诉我哦，如果地球上有两个女生，就是三个，我，我做饭的，我是阿姨，这个坑挖得好，你是少女，我，林允跟 Lisa 三个，就可以选一个当老婆。还要分析，对，他好认真。Lisa 呢，是我很喜欢的，就是现在像偶像的感觉，但我不了解他。林允是一个很可爱、很真，他也是很真的。我只有可爱吗？那还没选了？还没选，我觉得就跟姐姐，我晚上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晚上啊，对啊，我跟你相处一天之后，我考虑考虑，我能不能还谈筹码哎？让你找到那个离心力，没有？